观众进行仪式传播，晚间节目隆重开演。好，来，咱回电话来，说来电话贵宾人兄弟叔，然后一个人直接说，可以请罗华兄神行来电。来，大家晚安，大家好，老五爷赶紧拍下婆来，好吗？来，谢谢，感谢啊，感谢咱很牛和平做人拢真正好，然后你这么兄弟当去不懂三宝，吃好做听课，叫你聊每一工当中会当来生活的很快乐，然后那你讲正手拍是谁，倒手拍是你，你这么兄弟做每一好朋友，你后拢做会当来在你相处大太极，然后当然应该是咱刘氏给你，吼是娱乐要来工作的咱的五虎大将。军一件太上老军，咱五虎三毛一件张公爷，咱张个万岁！圣诞千秋陈千秋，信寿无疆信应寿的大好日子。虽然你这么少，咱就进新春，会当大家香火旺盛团万里，会当大家信徒满天堂啦吼！当你这么来祈求，在咱的了进新春，会当大家舒服来保庇，保庇了咱国家，会当大家风调雨顺，国泰平安，保庇了大华众神神在殿，会当大家求财去财，求地利，会当大家财利双收大赚钱啦吼！谢谢感谢。当然，也感非常感谢咱姐姐每一好朋友，伫百忙当中包括光临，共同咱赞助着咱刘姐新春咱无限光彩，共同参与着咱个这场盛会啦吼！而且嘛，将咱来收咱中央贵宾郑秀丽师，来参与咱个这场盛会倒转去，会当来甲观众唱两国国歌声，光辉会当来更上一层楼。但而且嘛，非常感谢咱姐姐每一好朋友，大家拢抱着咱虔诚的心、欢喜的心，共同要来赞助着咱刘姐新春吼，咱无限的光彩，共同来参与着咱个这场盛会。当而且嘛，将在座每一好朋友，拢总会当来日日建设，日日春，年年会当有钱春，年年春，年年富，年年赚大钱，买轿车，搁开新的老厝啦吼！嘛，希望在座每一好朋友，会当一日好，两日好，年年招财又进步，一日春，两日春，代代出着好家书。嘛，希望在座每一好朋友，以后拢总会当来帮助团成顺哦！谢谢感谢，当然，而且嘛，非常感谢咱在座每一好朋友共享盛举，我咱 FM 这个盛会会当讲办到非常热闹滚滚啦吼！而且嘛，希望在座每一好朋友，你后做事业拢总会当有够稳。来，当然，个这场盛会会当讲别个人来猜猜。你千万莫将财神每一好朋友，你后每一工拢总会当来个大进财哦。谢谢感谢。来，当然，咱演讲乐团是来自咱的观众进行仪式传播。演讲阿舅借机会来到这所在做演出做表演，然后上届主要嘛感谢着咱刚开始咱请朱大哥当司长，而且嘛非常感谢咱张大司长咱的张维新张大哥，然后伊今日张大司长咱的张维祥张大哥，然后咱两位英雄咱的请朱大司长特别安排着演讲咱全场表演去，要来庆谢新婚甲谢新机，而且嘛咱请朱大哥今日开到这么济，祝你咱的后趟会千千万万倍，用不完开袂济，会当好子孙来。一代团过一代，然后当然咱讲一年365天，而且嘛，像咱请出咱师长，拢总会当来个正财正命来，偏财两命来，祝你咱日日爱龙旺来，会当天天开心大发财哦！谢谢感谢，来当然安个嘛，非常感谢咱在座每一好朋友，然后共同来参与着安个这场盛会，而且吼，咱代表着咱之前是从阿舅以及会安干咱所有演职人员，向咱在座每一好朋友来个请安个问候，然后而且嘛，像在座每一好朋友，会当来为你把龙摆离开，会当来现金、美金、存金满。厝内风度大底拢总会当那个大进宅，然后谢谢感谢。来，当然，咱再来这部开进行吼。那依旧惯例，先生们来介绍，咱今日小辛苦，咱幕后 DJ 老师。来，咱幕后 DJ 老师不是别人，是咱娱乐的阿舅，是来算一念吼，一百空一两周，电脑爵士大乐队。谢谢感谢，谢谢你，谢谢。来，多来一个不包工课，刘佳琪为了那个做服务，上门在说下菜，过那个时间肯定所在。我们来很多好朋友，当多多哈哈，多多原谅。相信有人陪伴个指导，上门的啊会更加进步，更加成功了哈。来，谢谢感谢。来，到你讲春天花儿处处开，那边看咱辣妹水果妞啊，都看到咱进行舞台顶来哈。来，邀请咱头前的辣妹水果妞哈，来邀请咱几位乐开的水果妞啊，咱的配礼吗？来，安排咱这首好听的歌曲。等来我的心，来安排咱佩林，安排咱轻松好听歌曲，等来我的心。谢谢，等来我的心。来安排这首轻松好听歌曲，等来我的心。心肝头自由会离开我，今生是难以。
来，今麦这个时间，大家拢咧巴肚肚啊，好咧通风地基，无时间好甲咱拍波啊吼。来，赶紧吼，那直接嘛非常感谢咱在座每一个好朋友吼，共同来赞助咱刘进行咱无限公司，共同来参与着咱今这场盛会啦吼。而且直接嘛非常感谢咱在座好朋友，而且祝咱在座每一个好朋友拢从会当来正财正命来，偏财两边来，然后祝你当天天开心，大发财哦，谢谢。来，今麦吼邀请着咱的水姑娘吼，代表着咱的庆祝当时长吼，咱的迄个维新街了丢档的吼，咱张大哥张维。以及咱当时长吼，张伟祥张大哥吼，两位咱的当恰主当时长吼，都大家敬一下烧酒嘞吼，来谢谢。阿宝去酸烟灰，谢谢。来，阿宝来继续非常好，我起来酸烟灰。虽然有为你情牵，
的酒馆，来一件海上老虎，让老虎三毛一个飞风呀，一个飘了万岁的新人生，秋子的秋，新秀不讲新秀的话的情，你想把酒来个等我酒后朋友拿好，隆重来带大家新鲜的空话太年轻哟，嘿嘿。谢谢，今日在做这边家己，比方唱的海景人才，不马出来，红都台顶大精彩，会当好运年年来，谢谢。来，谢谢，来，当然应该嘛非常感谢咱在座目前好朋友啦吼。二百万当中，半个光年，共同来赞助了咱的五虎大将军，来已经太上老君的五虎三毛，已经张公爷，已经张大万岁，恁先等先，先等先，个大好日子啦吼。首先嘛，唱咱的刘志新尊，会带大家香火旺盛同万里，会带大家信徒翻天下，谢谢感谢。来，当然咱应该有这机会，大家继续来做演出、做表演。然后上届主要啊，感谢着咱请出大哥大师长啦吼，来，而且再次嘛感谢着咱张大师长吼，咱张维新张大哥吼，来，唔知咱张大师长啦，维新大哥伫倒位吼，麻烦伊其实无来吼，无来吼来，啊，今嘛非常感谢着咱张大师长吼，咱张维祥张大哥，来在哪里啊？谢谢你的，等咱这位大哥你有看吼，来谢谢感谢咱请出大师长啦吼，特别安排着咱演跟咱陈牛边戏，免得欠下新闻跟小心机，而且再次嘛叫咱两位请出大师长，隆重会当来请在正面来当拼。在这边来，祝你那天天开心大发财，谢谢感谢。来，咱的演歌直播，咱歌曲非常精彩，不但邀请咱水哥，你要唱歌的之外吼，毛巾要来试下上流行的钢管拉面秀的表演，所以你今邀请到咱现场好边吼，那无你赶时间来接拜以后吼，那无你赶时间吼，再留咱家咱大大欣赏啦吼。当然，咱咧讲吼，好意自头看到尾，而且嘛，像在座每一好边吼，拢总会当趁足多足多机会啦吼。来，哎，咱当今麦这个日子是咱的六，应该是咱六月初六。对，下当讲是非常好的日子，当然咱对着咱水哥女儿来讲，下当讲是嘛非常诶赞的一个日子吼。诶，临港出游日子吼，都是五月底六月初啦，差不多啦，差不多。这时间多无场，大家拢当出门去佚佗吼。当然当然，啊，大家拢拍到像乌人灯啊，那吼，诶，肤色小化有差啦，有差吼，真的吼。重点吼，就爱趁今麦开始努力的赚钱，咱那个一年一游就好了。一年一游，啊，无你会使太你会使较侪，无要紧啦。我是讲你会使较侪。我未使，我刚刚一年会使一届尔啦。哦是哦。一年一届吼，因为看去什么所在啦。哦。你若去种较低消费，当然一年两年。啊，若去种日本种所在吼，千万唔通。所以你一年有一个扩大就对啊。我一年有一个扩大尔啦吼，啊，伊扩大开了时阵就未使去啊吼。啊，一届人要去时阵就是该当自己一个出门而已啦吼。所以我即马搁开始努力赚钱吼，差不多。那无意外来讲吼，差不多炒底迄个十月迄个时间吼，要到迄个皇家时吼，我哪怕是要去欧洲，我恁要搁去遐哟。我们去欧洲听讲遐是一个非常赞的所在吼，赞的啊，但是迄个消费嘛足贵的啊。无啦，还是钱咧赞呐，哦，钱咧赞哟。上主要迄个风景水有啊吼，重点听讲遐下落较俗，哦，较俗安尼哟。所以你讲敢要去遐甲遐砸断啊？所以讲迄个钱强我济啦，强我济去遐甲撸断啊。哎，所以你今年就两摆啊了。我今年两届。所以第二届该使一个出门尔啦，未使规拢出去啦，全家出动可能会破产啦。全家破产。啊，所以这届领导嘛，敢那无介济。我一个尔。安尼吼，我安尼未歹了，你拢大概一个出门尔，安尼上细上细。所以安尼你会当一年两游啦。真的吗？对啦，你当开始计划下半年度哦，差不多冬天的时候去韩国嘛，未歹啊。冬天哟。韩国去啊，就看落雪嘛。哦，还机会去北海道较近啊。哦，真的吼。对啊。会使哦。对啊，对啊。北海道。看落雪，安尼好啦，你较认真拍个，先过安尼先过啦，啊你来讲我袂歹耍的时阵才甲我讲，我水货就到啊，来是感谢，来当然咱演讲非常感谢咱在座好朋友，大家拢啊抱着咱虔诚的心怀的心，共同要来感谢着咱五虎大将军来伊跟咱刘志新尊圣诞千秋大发日子哈，大家拢非常的诚心哦，共同来个这所在，甲咱的刘志新尊来个参香拜拜，当然咱讲三支香来点起，而且目前在座每一好朋友，你阿拢总会当来个趁钱呐，趁水哦，来谢谢。感谢，来今麦好啦，再不赶紧继续过来安排着咱好听的歌曲哦。好，继续播起了甜蜜的情歌，来继续安排着轻松好听的歌曲，甜蜜的情歌。
谢谢，跟上，配你安排的音乐。
连串咱轻松好听歌曲啦吼，现在带动咱也感非常高的气氛，而且嘛感谢咱的贵宾欣赏哦，谢谢感谢。